但是非常的荣幸哈，有这么的一天能够来接待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阿门。大家怎么相聊？阿门。那我还是先介绍一下我们大寮本来的啊开始哈，是由我们那个张弟兄，还有我们的那个郑弟兄，你看他在这里二十几年，超过二十五年。以上在这里变得老虎，他们一开始这个公益是五层楼公益，那张弟兄是从二楼开始买起，哦，第一他下手就是在二楼，然后再一层一层，我们每一层都有三户的住家，所以这个上面总共有十二户，十二户，所以他们很辛苦，是一户一户买的，所以你看他们所那个花费的这个钱真的是相当多，而且我们现在是站在他们的那肩膀上，要更往前，那就是因着四十几年的这个老旧的房屋了。所以我们现在就从二楼要开始把它整修，二楼开始整修，有主会场本来就有一个那个二区的聚会的场所，然后隔壁有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场所，就是要让弟兄姊妹无论是要香条泡茶或是那个儿童那个幼儿的也可以在那边啊有人照顾。那在三楼呢，我们本来是有一个 VIP 室，现在把它都打空了，变成一个那个青少年的聚会的地方，还有一个餐厅哦，就是在三楼，那还有一个那个就是燕凤姊妹他们那边又有一个住家两户可以住，那在四楼呢，就是有一户住家就是叶信宏弟兄，那还有一个那个叫做。青少年活动的一个场所，那还有姊妹之家，在四楼，可以住到四位姊妹，那五楼就是有弟兄之家，还有那个亲子之家，还有一个那个运动的一个那个比，应该是跟这个房间差不多啦，可以有乒乓球，对。所以说变成整个会所要把它重新在过程上可以更符合现在的弟兄姊妹来使用，所以说现在正在这个的过程中，所以说都为我们代表这样的事情多祷告。阿们阿们，宋美丽姊妹，宋美丽，我只是跟着弟兄，其实也没有什么服事，感谢主，身体怎么带领我们就怎么往前。那会所的更新完全是为了下一代，对，因为很多那个亲子的都到外面去相聊，尤其他们常常到朝风会所，所以有一位亲子的弟兄就想说，我们如果能邀其他的区的亲子的来我们这里相聊那多好，所以就有这种要改善的那种动机啊，就出来了。那个杨弟兄说：“我们上面的空间很宽啊，我们可以重新改，不要我们的孩子都到外面去相调，没有办法要其他区的孩子过来相调。”所以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就开始有这种筹划了。求主纪念我们，我们只是在外面来这样的符合他现代的那个。孩子们使用的或那个空间，那里面呢，那当然就是需要主来带领的。我们不是读过说那个神圣奥秘的范围吗？我们只是在物质的范围里面来让孩子有这样更大的空间。那神圣奥秘的范围当然是需要主了。那我们知道，我们主的恢复就是越调越在合一的里面。那我们弟兄也说，如果不走出来，你是非常单独的。那我们的孩子也一样啊，让其他的区域的孩子们进来在这里一起相调，我相信大寮区会越来越复兴，更多年轻人会宝贝这样的教会生活。求主纪念我们，为我们祷告。我们相信这里的孩子啊会越来，因为我们这里有两所学校啊，中山工商好友福音科技大学，这些年轻人实在是在这里能受成全，
然后去外面再去成全别人。阿门。我们知道这孩子是很多都是从外面来考上来这里的，所以我们希望说改建好了，弟兄之家和姊妹之家能够更多的孩子能加进来。阿门。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啊。阿门。求主祝福我们。阿门。阿门。阿门。感谢主。我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弟兄是我们的榜样，就是我们的孙班长。在将近20年，应该18年前有因着我的丈母娘开刀手术，结果到我家去养生，让他身体恢复。我们的孙班长就从高雄带着4位弟兄偏远到我们乡下那边，我一看到，哇，怎么这个弟兄们怎么这么这样的爱弟兄姊妹啊？从高雄市，而且他们又不知道路，而且又照错了路，又打电话，我再到外面去接他们。一个小姊妹生病了，他们就从高雄老远的到乡下去看望他，为他祷告。看到这一幕，我永远都记得非常清楚。弟兄带着4位，就是我们吴弟兄，还有顺泰弟兄，还有一位，我现在就是忘记了，就是一部车子坐了四个弟兄，到我家去探望这个姊妹，不是去一次，又是去探望2次。我说你看，他对于这一些羊，在这个过程中有困难，他就是那么细心的照顾，真的是我们的榜样。觉得我们实在是非常的感动，这样的弟兄的带领，他走在前头。那我能今天能够在大寮服事，也就是看到他们的榜样，只是向他们学而已。感谢主，阿门。这个行，我顺便跟他讲个话。